希望猎人玩，因为好啦，猎人大家也是推是不是？好啦，不然我去看好不好？不然到时候跟大家脱节。所以 XYZ 会不会跟前面有脱节？就是比如说跟不上。我知道小智啊，小智不是最近得到冠军吗？这个我倒是还是有接收到这个讯息啦。哦，前面不看没关系，是不是？好好好，退潮。哦哦，好，你猎人我没有看，但我知道猎人就是被说什么啊，很拖啊，什么下什么库拉皮卡下船，就是要说没有 get 到，就是也不知道说什么什么什么状态啦，就是不知道内容是怎么样。哎 ，nice！ 哦哦哦哦，对，所以好，如果大家有推，比如说我没有看的，比如说猎人、宝可梦，真的可以看，或真的不可以啊，这样讲好了啦。现在这个社会讲求的是这个效率嘛，不需要的事情就麻烦大家跟我说了，好不好？哦，那个你真的不用看，那个真的不用看啊。多数的感受到，我们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嘛，我们要踩在巨人的肩膀往上爬，我们要踩着肉粉巨人的肩膀往上爬，节省时间嘛，一天只有24小时嘛。然后这个经典有这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根本就追不完啊，那当然是要靠大家帮我稍微就是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这叫经验传承。走过前人走过的路，前人跟你说啊，不用不用，这个不用走了，那当然就不用再继续，对不对？对不对？奶酥。等一下，等一下，弹数不够呢，弹数不够，快点，等一下，等一下，肉肉咳咳咳，不好意思，那肉肉可以把小鲑鱼当宝可梦啊。安安说火箭，我知道火箭队啊。什么米粥有说啊？什么就是啊、什么？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么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啦，这个我还是知道的。X Y Z 真的是巅峰，最热血的一代。好好好啊！我突然想到，我也有看暴走兄弟呢。暴走兄弟我也有看啊，暴走兄弟我也很喜欢。你没有看暴走兄弟吗？开始一直硬要扯一些自己知道的，然后想说最近应该也蛮经典的吧。Do you 还好吗 ？Do you？ 赶快抬头，Nice， 吃饭团。等一下哦，大家等一下哦，我们先处理，我们再聊天哦，温馨。真心该处理一个，加来开杠。哦，加一个，来，一只爆蛋，奶酥吼，还够一个这桃啊，桃啊，你小鲑鱼。稍等，等我一下哈。快点。哎可，再一次，爆，啊，没爆到。怪事啊靠！斗球的弹屏当然有看过，闪电皮车也有看过啊，有啦，都有啦。斗鱼救我，斗鱼救我，斗鱼救我 ！Nice。快点，够球，快点！要死了！哇，好，没关系，过了，不要死啊 ，Nice。西海游龙有听过没有看过？我看夏大师，嗨嗨瑞武安，嗨嗨哦 ，Spy Family 有炼巨人我知道很有名，我知道，就是我知道剧本好像超强，但我还没看。那最近斯普拉顿，你们有看过斯普拉顿吗？你没有看过斯普拉顿这个游戏吗？这个游戏很好看哎 ，Nice， 感谢。Nice， 炼巨人，对，炼巨人 ，Nice， 这里加倍出力 ，Nice， 还有什么？等一下，等我一下，
但我觉得宝可梦真的很厉害，就它出了很久，就真的是屹立不摇，哎，真的很厉害。所以其实我应该要怀抱它才对啊！你看这个本台，甚至本台可能真的只剩我没有玩宝可梦，可能连瑞塔都有玩过宝可梦，这样怎么行？怎么可以输瑞塔？谁都可以输，不能输瑞塔。哇！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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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不要偷偷不要偷偷蛋糕这一局我要赢，这一局我要赢，因为我已经没有大了。 OK nice nice， 再赚个蛋，再赚个蛋，不然队友等一下离我何去。再赚个蛋， nice 好，我要来砍砍暴走兄弟，好看，没错。好雨烈超可爱的啊，我以前超喜欢小烈的。然后最后一定加一句什么？你没看过吗？霹雳猫有，霹雳猫有，霹雳猫。哎呦，等一下，我现在这样子，九龙珠哦，我也喜欢看九龙珠。等一下，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在掉出大家的那个年纪？你有看过肉肉先生也是好看，你有没有看过肉肉先生？没有看过肉肉先生吗？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真的非常重要啦，就是所谓的这种排挤什么之类，就是当然事情很无聊，可是对于小孩子在那个环境之中，他到底要怎么样让你的小，你怎么样到让你的小孩，我自己觉得啦，你要让你的小孩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会觉得是不是那种，就是会觉得说啊，你的不能让他被排挤，你也不能让他过度变成是好啊，你家最好啊，但是你又要让他。就是受欢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型在小朋友的教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对啊，因为比较的小朋友又不是说可以用讲理的，但是小朋友又会有比较多是属于这种比较的成分在里面，那你到底要怎么样让他在这个环境之中，还不错，但是又不会变成是炫耀的那种，就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课题。柯南，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不知道从哪一个那个什么的柯南，然后又开始重新播第一集了，这样，然后等一下啦，我在跟大家聊天，你们是在那边杀什么杀啦哈？这样等一下，我得开杠，你写考，我有准你塔出来吗？出来，你搞，给我回家。处理，下雨没办法处理，越过。啊！糟糕！跳错时间了。完了，没有处理。完了！救命！可以，只剩一人 ，nice。Nice！ 不要倒！哇塞，每一局都要这么刺激，赞！百发说我都看《鬼灭之刃》跟《电锯人》，炼巨人吧，电锯人。你们讲的怀中漫画我都没有听过，《金田一》好看，《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也好看，真的，对是啊，《怪盗少女贞德》啊，有没有看《乌龙派出所》？你想看《乌龙》？《哈姆太郎》我就没有看了。伊藤润二的作品集，小朋友看会不会很害怕？国王排名是一个动画吗？还是一种排名 ？Nice！ 鱼拉回家啊！算了，不要好了，啊、就这样。大范围清怪，小心！都有。打雨弹，来，哇，又停来了！嗨，雨飞玩，就 ，nice， 感谢。
，nice。就应该要来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哦，救命！哦，救命！哦，救命！救命！救命！刚刚完全没打到，那个 SP 完全浪费，我要气死了。Nice, nice, 感谢感谢。啊，糟糕糟糕糟糕！哇，紫箭影，紫箭影。够吗？够吗？好像不够哎、欸，好像不够，好像有点来不及啊！救命！哎，啊，这一次比较没有那个水枪，是比较难打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有机会，好像有机会，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再一个再一个 ，nice！ 真真真真真真真，哦，真真真真，哎呦 ，Holy God 仔 ，Holy God 仔 ，Holy God 仔，国王排名是地狱少女，好像有听过，之前跟小朋友说加布兽，他问我那是什么，哎，还是会有小朋友没有看宝可梦，现在小朋友。看宝可梦还是现在卡通真的很多哎、欸，他们的选择这么多，那他们要看什么？哎、欸，等一下就拍谁拍谁拍谁啊！太好了，是这个是这个开大炮，我觉得开大炮开大炮好，我要去开一个。嘣嘣嘣，开大炮就可以聊天了吧？啊，加布兽是数码宝贝啊，数码宝贝我有。数码超究极进化，这个我还说得出来。对对对，数码宝贝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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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虎兽，雅虎兽终极进化，这个我知道。艾利克西啦，哎，哦，原来不是打架时长，不是说打架时长吗？咻咻马吉普塔塞，马上就来。等一下，麦桃。等一下，我先送蛋，我先送蛋，不然等一下事故。来来来来来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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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点快点快点！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靠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存一下存一下梦，快快快快开开开！炸到，走开！哎，要被吃掉，好险好险好险！快快快来来来来来，给你蛋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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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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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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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先送蛋好了，不然等下被检讨，因为已经三了。先送蛋，先送蛋，抢着送蛋比较重要。这个战机有的时候哈，虽然说哦，我们这个人生哦，不应该像这哇，这个哇哇哇哇哇拍照，哈哈哈。录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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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赞赞。现在比起。非但更讨厌高塔，都很讨厌啊！推地狱少女，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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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我知道，等一下哦，大家等一下哦，我开一个问答，好不好？大家帮我推荐，等一下哦。没有，就我突然想讲救救老残穷，也不是啊，就是我想要对，就是谢谢大家。检讨什么东西？干嘛？检讨刚干嘛？我刚没有看、啊，我刚弹数很低吗？为什么要检讨？我刚弹数很低吗？不是过关了吗？来退潮，来这里，好，好，好，这个必杀，好不好？必杀铁球鱼，必杀，不是必杀技的必杀，是铁球鱼必杀。你看仇恨值多高？这个最近在这个日网哦上面有看到哦，有这个铁球鱼是基本上是真的是首选必杀，必杀一定要，一定不能那个。我的靠！我的靠！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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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剩一颗头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存个墨，滴滴鱼，滴滴鱼，滴滴鱼，先存个墨，吃个蛋，送个蛋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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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先画一下，这样打到民国几年？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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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我追我
nice nice，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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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哎，没打到，没打完，33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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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就好，生存就好。我要转正，我要转 ，nice 转烂 ，nice nice nice， 好，来看一下，好，摇滚孤独摇滚魔女的考验钢弹好看吗？就是我在想说它会不会漫长，哎，说漫长就是会不会就是不好入手啦，因为有一些是那种要看了好多集，然后你最后就会就跟剧一样，你最后会觉得哦，它真的超级好看。因为太阳狂潮又是我是钢笔，我最喜欢拿钢笔了。来来来来来，阿郎嘞，嗯，快来啊，我迟到了，来。哎，啊，怎么都只有大只的啊？疗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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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哎哎，不是啊，你不用跳，你不用跳啊，我负责压，你干嘛跳？来来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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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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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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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送弹送弹送弹。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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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存好墨存好墨，好出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考验微型操作，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的香菇头可以推得多慢，取决于狂潮的胜率。大家看我漫步。看起来已经像是截取技卡住了，等一下为什么还会有人死掉？不合理啊！哎哎哎哎哎！啊！再存个墨，再存个墨。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哎，他们都不让我，他们都不让我压哎！你太夸张了！魔女的考验大推漫画哦，夏目友人帐我也是有听，暗杀教室我觉得题材不错，十二国际这个我没听过哎，守护天使，十一智障主义的教室这我也有听过，这我也有听过。哎，我什么武器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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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来来来来，吃 ，nice nice。先送弹闷了一下，要被送好友邀请。你不送弹就送你好友邀请。哎，丢歪了。呜呜呜！啊，过分！哎、欸、，nice nice nice， 刚好刚好，好险 ！nice， 来，好、哦，车车来了，车车来了，车车来了 ，nice。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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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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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处理不了处理不了，来来来来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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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鱼鱼鱼在附近送他 ，nice nice， 这里有这个，我要打这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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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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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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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差一点扣大，等一下被送好友。重施啊，重施我啊，都可以，可以，可以。没有，没有，没有，只能推一步。你有想到你就推。问答大家好不好？大家能推荐的就推，我就记在名单里面。重施好看，我喜欢，我喜欢那种它的节奏其实蛮就是比较缓慢，然后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型，但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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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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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要。先上先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要处理，这个要处理，这个要处理。哎，有金蛋，有金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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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蛋。一个，两个，三个，处理，处理，处理。有塔，有塔，有塔。可以，可以，可以。哇，糟糕，下去了。糟糕糟糕，只剩一人！哇，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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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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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直接靠，直接靠，直接靠！直接靠了，直接靠了，直接靠了！啊，太可惜了！啊，刚刚是没有下去，可惜呢。异兽魔都，异兽魔都我也有看，我很喜欢那个美术，我很喜欢那个，很赞，那个很赞。超能 ROD 我好像听，飞轮少年烈夜火之焰，这些我好像都有听过哎。怕痛的我把防御率点满了，这个超好看，我有看，我有看，这个超适合瑞塔。哎，我真的完全被检讨，只有减八颗而已。那我打两千多红弹应该还可以吧？没有啦，人家是在跟观众聊天啦。超能百分百超好看，哎，大家真的是我感动到，我好像开启了肉粉的一些开关，我觉得。不需要担心没东西看的。转身史莱姆我有看，我喜欢，我喜欢，因为它跟游戏很像，就它有那种 RPG 成分在里面。虽然说很 OP 啊，就是那个能力很强大，但是就是有时候怎么讲，像一拳超人那样吗？但是就是又有点不太，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异世界题材，我觉得可能太像在玩游戏，就是它的那个世界观跟游戏比较像，觉得很赞。Adonne 啊，在哪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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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处理，优先处理的是可以。要送蛋，要送蛋，我们今天要多送一点蛋。好，这个隔壁的塔也来了，顺便转一下，转烂了。哎，没有送进去。哎。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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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处理处理处理，三台车要处理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墨不够啊！等等等等等等，不要走！等一下等一下等，可以 ，OK nice。家里附近可以赚的蛋一定要先赚啊，那就不用花时间再打蛋。好好，要来要来要来，差一颗差一颗，可以先送一颗蛋吗？哇，压一下 ，nice， 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一颗蛋就在我身上 ，nice。来来，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打不到 啊！有了有了 ，nice。Overload 我有知道，四月是你的谎言，很好哭啊。我发现我看的大部分的动画比较少是那种催泪型的，他有催泪型的推荐吗？催泪型的，或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我最近很喜欢那个。夜辉姬的那个吗？就是那个，我觉得我蛮喜欢的那种青春校园的爱，趣味的诙谐的爱，诙谐的爱，我竟然说诙谐的爱。
nice nice， 然后我不会被吃掉吧？应该没有被吃掉的迹象。哦，嘣嘣嘣嘣，我摸成功摸，拿下死队友，只用手打。好，哎，干你啊你！狡猾，太狡猾啊！说到吃的，我突然想到食戟之灵，我喜欢食戟之灵。到打他吗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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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弹很多，弹很多，赶快捡，赶快捡！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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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传传传，好那，帮我帮我炸一下，帮我炸一下，对对对对对，弹这么多不送，应该赚一点分数吧？应该送到四十几颗才对啊 ！Nice nice nice， 食物饭啊啊，迷宫饭，迷宫饭好像也不错，对。我的那个问与答聊天室已经快要比已经快要变成原本的聊天室，而且超赞欸，全部都是那个欸，我等一下整理一波，我把它整理一波，然后贴在各个社群频道给大家，大家自己参阅，不错不错，今天收获满满，超赚赚烂了，怎么办？怎么输？怎么输？好，哎靠 ，How to lose？ 怎么输？有肉粉怎么输？你告诉我，肉粉这么优秀，你告诉我要怎么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输了，肉粉太优秀了。好，鱼跃龙门，哇！抱歉，抱歉，抱歉，玩过头，玩过头了。抱歉，抱歉，抱歉。压到！哎哎，不是，哎，等一下，不是，不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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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下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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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活，我想活！哎，进去！OK， nice， 十六十六十六。但应该是够，但应该是够，但应该是够，这么多人，但应该够吧？二三，等一下，等一下，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好了，好了啦，好了啦！哦 ，nice nice， 烘焙王我超爱，烘焙王我超爱，游戏王也不错，什么什么王，麒麟王，还有什么王？还有什么王？现在大家是不是集思广益，疯狂的在想，先从这个宝可梦出发，宝可梦出发，然后一超多拿到超多卡通推荐。R 一零，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才看到大家其实一直都有回我，哎，这个软体这样真的不行哎。宇飞问说看日剧吗？啊，我看日剧，我超爱看日剧，我算是超级哈日族的那一种，不好意思大家 ，YT 又在搞我。嗨，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想说肉粉都不跟我聊天。迷鲑鱼，迷鲑鱼吃饭团啦，气死我了 ！YT 到底要搞我多久？我要生气哦，我真的要气死了，要被气死。我刚想说，大家真的好热情哦，热情到我就问说：“哎，大家平常什么时候看花多久时间看动画啊？”哎，奇怪，没有人回我哎。就你，就你 YT， 我真的气死。我要气死可恶的 YT。就等就等就等，大家等我，我把蛋送一送哈。
还有蛋嘛，哎、欸，不要偷。因为我之前其实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切到问答画面聊天室好像就不会同步？但那个软体明明它也是抓就是那个 YT 的聊天室的网址，那但是我切到问答，它应该跟软体的那个网址应该不会有什么关系，就没想竟然有关系耶！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不气死才怪，真的气死！喂、欸，太多大胖，太多大胖。好了，35颗，等一下我可以来看一下哈。艾文说，我先看一下，看日剧推荐是这个如果30岁的处男就能成为魔法师，这个不是瑞塔跟我说的那个吗？这个我好像有听过，但我没看过，我笔记一下。黑执事也不错看。结局卡我是用 GC53 跟 GC50。啊，欧尼尔说要上班了，加油！不好意思，一边看一半看动画，一半玩游戏，有一阵沉迷看，哎，看漫画其实也蛮爽，吃饭配着看哦。比较喜欢看乙完结，就不用追嘛，不用追新番那种感觉，对不对？然后好看的就会熬夜看完，我也是。像之前在看那个追剧的时候，比如说看那个《纸房子》，我真的是熬夜看，因为真的太想知道剧情的走向了，完全陷入了跟这个《斯普拉顿三》的这个毒一样。哎、欸、，nice 哦！处理！哎、欸、，nice！ 队友太强了！来来来！啊！可恶，他收起来了。是。哎，糟糕！进去。下点，下点。哎，这队友很聪明哎，他一直用那个在满潮的时候就压他，不杀死他，这个好聪明哦，这样子就可以省很多墨水哎。真聪明！跳跳跳跳跳！没死！哎！等一下来，就走。好，如果有开直播的朋友要做问答，记得要把分页切回来，要不然就看不到。我看一下、哦，然后。Silent 静雪日剧吗？看一下哦，聊这么深入吗？哈嗨，宅心仁厚，楚楚可人，绝无阴险反差的香香教主，午安，脚步午安。安安说打箱子比较好，我是树莓系毕业的，很同意肉肉的说法。很多人为了减少人力做化石，像什么？等一下，我先这个起雾好像有点违，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啊、哦。这个很赚，这个很赚，哦，这个超赚的，哦，这个很赚，我要继续赚，不要打死他，啊、哦，可以了，好，可以，哇，超赚，哇，这个夜晚的这个赚翻了，赚烂了，哦，赚烂了，送单。等一下，应该是追我。哎、欸，应该可以。哇，都是蛋，满地金蛋，大家有看到吗？超多金蛋。真是满地金蛋，要是可以换成现金多好，可以换成现金吗？满地金蛋捡不完啊！现金一把抓，好礼带回家。
Nice. 好，宇飞是树莓系毕业了，很同意。那么说，为了减少人力作画成本，他多公司背景就是，对，有好有坏啦。来，宇飞，我跟你讲，其实我也是树莓系毕业的，我们是同系。没错，灌篮高手3D 是有风格上问题，没错，真的就是你会少了一点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纯手工的那些画，因为3D 你仿2D， 它那个感觉就真的还是不一样，真的还是不一样。好，这次一定要讨伐横纲，好不好？一定要讨伐，能敲就敲，先沉默。拉过去，我来，哎，我没吃到金蛋，来，到中间，我去打杂鱼，帮一下忙 ，nice。蛋，呀，哇，可以，哎，被压死了！救！快救我！救我！喷一下！Nice！ 赞啦，赞！我看一下。奖金上告告，主委在加码。我也喜欢二 D 手绘动画，有点血汗就比较收。就是大家去看，比如说那个 Akira 那一些动画。他为什么那么好看？为什么大友克洋那个时候做出来真的是神作？我觉得大友克洋应该真的是外星人，有点太夸张。就他竟然有办法，就是把这些世界观的东西，然后重点是全部都是用手绘的画，他的那个细微的那个手感，真的是你用 3D 做也不是，你用 2D 仿 3D 也不是，就是真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没错，手绘还是有手绘质感，虽然血汗啦，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啦，但就是。也就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才会变得有点像是无可取代的感觉，就跟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一样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电影的工艺啊、演技这些东西啊，像那种武打片嘛，以前港片很盛行的时候，就是因为港片会完全就是怎么讲港片会真实的。啊，港片是真打真来，但是现在变得很多电影都会加入 3D 特效以后，那它反而就会少了所谓的，就是以前就变成是完全是靠人的演技在演绎整个电影的这个情感，但变得加入太多动画的时候，就变成是会少了很多那种人的情绪上的东西，就是那感觉真的会差很多。冰淇淋还我。哎，可恶，没弄到。哎，粘脚。帮个忙，涂一下。一个人涂不起来。Nice， 感谢。哇 ，nice。OK， 一个 ，nice， 啊，赞。
经费也是很外星。Akira 真的是真的很夸张，我自己就有买那个 Akira 他重新出版的那个比较大本的那个漫画，就是太厉害太直送。但是你现在再去看 Akira， 可能有些地方会觉得有一点沉闷，我觉得那也是蛮正常，毕竟那个很久以前，就是以前的电影节奏跟现在又不一样。但是如果就单纯去欣赏当年他能创造出这种东西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家伙一定是一个外星人，太可怕了，真的。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说了，就是钱的问题。救我！救我！救我！先救我！谢谢。是啊，先把车拉回来，但感觉应该是够。Nice， 下去了，下去了 ，Nice。来，我身上的弹，Go！呀呀呀呀呀呀 ！Go！压压乐，压压乐 ，Go！哇，赞！Nice， 赞！不说了，就是钱的问题，你没钱什么做不出来，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就像手工家具的质感也是工业做不出来，没错，跟机器那种，因为那个你知道，就是我很多时候像画画或是一些东西，我们会讲说这个东西很有手感，就是大概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手感那种感觉。哎，鱼要回来了 ，baby， 来 ，nice！我今天都遇到，今天队友都好强哦！快点！快点！打掉雨灯，命在旦夕。Nice！啊，好险！可以！来看我怎么躲过，这一劫！躲开！赚烂了 ！Nice！哇，大赚，烦了，真的是哇，刚刚那个真的是精彩，我给我自己加分，给我自己鼓掌。说，下雨了 ，nice， 崩嘎！那个大家刚刚看到冰淇淋吗？远方的大冰淇淋，没吃到啊，算了。我看一下哦，百八说 Akira 的小彩蛋，荧幕背景，电脑上贴张说明书，说明书上写这么细节的地方也要画，饶了我吧。真的假的？我要去找。不是什么碎片换回来？对啊，不是说要塞一个什么不要的碎片给他，可以拿回一个乙牛碎片吗？还是那是大颗的、啊？对，他会还你六个原本的，但是要怎么洗回来，我是有点忘记了。对嘛？有嘛？对不对？有嘛？我记得。尤其是现在工资高额的时代，手工更显得珍贵。而且现在我觉得，因为处于高效率的时代，所以就会变成怎么样？就会说你手工的时间花太慢，然后就会变成不符合经济效益，所以最后就会变成是，就手工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画的这个可能技法跟它的工时，就会变得渐渐的变成说它不符合，就是它有价值，它有很美，但重点是不符合经济效益。
所以就很有可能让就是可能会让就是业主会觉得啊 3D 就可以做啊，那为什么你要搞一个这么麻烦的东西啊，那又美猴。但就是哎，有些文化资产不是建立在就是单纯的商业的考量上而已啊。望各位，望诸君有朝一日能成为业主的时候吗？Nice， 感谢。啊！我要死！救我 ！Nice！ 压一下，往上上来。Nice， 没错，就是瑞塔说的那样。对，就是啊，当然，因为祭典只有六个碎片啦，是还好啦。只是我想说，当初好像有记得，但是最后还是忘记，没办法啊，就消摊啊。两个碎片六个碎片我也要珍惜。泥鲑鱼。送蛋大作战，哎，在下面。大家看头上会有一个飞出来，有看到飞出来了，小鲑鱼，泥鲑鱼的小鲑鱼，哇，都又倒了。先去开。存一下。Nice。Go, 蛋 go。好，来，再来开。下一个，好，可以 ，nice， 就是可以用你不要的碎片塞回去给他，没错。对，会非常可爱。最近遇到最困难的是，业主说什么要看 3D render 了一些图了，之后跟我抱怨为什么不能像某中国 APP 一样可以尽情转角度。我讲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这样，接案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你到底在，那你去找中国做啊，但是我们又不能。怎么讲？就是我们又不能，毕竟作为一个某个程度上的服务业哦，你又不能真的骂你的客户说啊，不然你就怎么样。所以其实真的是会有诸多无奈啊，就是真的谁不想要？当然啊，应该说客户当然也希望可以爽爽的，但我们执行的人当然也会希望可以，但就是毕竟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真的可以过得这么完美。就是我觉得。为人在世还是要互相啦，老实说，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大家都蛮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存在着有一种出钱消费者就是老大，我觉得还是要建立在一些基础上啦。哇，还是要建立在一些基础上吧。
建立一些经济的基础上，经济的基础。Nice， 三个，转一个，Nice， 赞！没错，就是你自己，我跟大家讲好了，我最常接遇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会遇到那种，比如说，他会说，啊，你这个不是就怎么样吗？为什么不能算便宜一点之类？我跟大家讲，其实这超级就是你没有同理心。如果今天你接到的一个客户是一个做吃的人。你要想看哦，你今天假设你今天不管帮他做设计或是干嘛之类的，他一定会问你说为什么你不能怎么样这样，那你就可以问他说，我就真的很想问他说，那我去你店里吃饭可以算便宜一点吗？或是可以不要钱吗？你懂吗？就是那我吃完一碗，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好吃，我可以再吃第二碗吗？就是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就是你可以建议有些东西可能会有修改什么东西之类，但是你不能就是。你要要求别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想看这个东西如果是别人要求你，你自己要能可以接受，那你才可以要求别人，不然你就会变成双重标准。对啊，没错，也不看看你是付多少钱，是不是？我朋友会直接叫业主找别人，我也会叫别业主找别人，就是反正我的规则就是这样，就跟本台一样，我们的台就是长这个样子，你喜欢就来，你不喜欢可以离开，就不需要做，是没有啦，现在目前是没有谩骂啦，但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选择嘛，对不对？就是当然啦，嘴巴长在你自己身上嘛，你想要，奶，这个是考驾员，你想要怎么说，我们当然不会怎么样啊，但是你不会跑去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地方，这个道理，你不会跑去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嫌弃别人啊，你不会干这种事吧，对不对？因为很好笑啊！哎，等一下，好，屁股在哪？下双层，下，在我身上，下，等一下，等一下，有点危，好，来，在我这。我下来。Nice。打屁股。我下来了。啊，我死了。就。Nice。我先送弹。奇怪，应该有钢笔，钢笔怎么没有下来挖？那这样弹会不够，等一下。快，先送弹，弹会不够。弹不够啦，还偷。Nice， 好险，吓死我了。我看看哈，瑞塔说，我也是常被客户嘴，某某厂商都不会有问题，你们就会啊？那你去找那个厂商啊，对不对？结果厂商出问题，现在叫我们赶快出。那大家都是这样啦，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都是没有同理心，你知道吗？你就是顾着自己爽就好了。你要要求别人，那你也要有本事被人家要求啊！你不能只想要自己爽，你们不能只想要自己爽啊！那什么时候轮到我爽？最常听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哎，拍谁，不好意思，这一次真的我们比较紧，帮忙。那谁要帮我？什么时候才要帮我？每次都要人家帮你们，那你们什么时候才要帮人家啊？真的不要。大家要礼尚往来，好不好？好凶，小妞卖消摊，我个人是消摊没有错，但是我是就是双方回馈的消摊哦，那个不一样。等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可以处理的我先处理哦。就到嘛啊得，这我真的，
好，等他再开，我就处理他。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哎，给我关起来！哎，你们不能这样开开关关啊！轮流。我靠，只剩我一个人，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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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弹数是够，弹数是够的。你没救到人，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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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我全村希望，全村大希望啊！哎呦，要修 combo 惊死哦！哇，我看一下哦，很明显肉肉慌乱开背包，不知道打什么，没有啦。刚刚那个就是因为 wave 三要赶快开背包，我怕扣大，不是不知道打什么，是我怕扣大被发现。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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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你们还拿什么？没有东西啊！Nice！ 来了来了，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处理一下 ，Nice！ 哈啦啦啦啦！好好好，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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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了，没有大了，有点围。Nice nice nice， 危险、嗯、！Sugar Daddy 来了，完了，我要死！哇，真的要死！哇，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糟糕糟糕糟糕！这里才是家，这里才是家。哦、oh, ，nice nice nice。等一下，哇，糟糕，有点危险。哇，有点危呀、啊！快快快快，有机会！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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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塞塞塞塞，快点快塞快塞塞塞 ，nice nice nice， 快走快走快走啊，快走啊！哦、oh, ，nice， 天哪！哇，刚刚那个太混乱，我以为没办法嘞。Oh my， 古德尼斯哎。业主都不管接案人时间，对啊，而且假日也传讯息啊，然后问，比如说今天问，然后问你下午可不可以，或者问你晚上，哎，不好意思，我可能怎么明天什么要啊？结果你在跟他请款的时候拖半天啊啊！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要求那么快，别人要求你的时候你就会不好意思，有公司程序。如果当真的也你的如果是接案的朋友啊，你的案源是 OK 的情况下，没有说什么受到什么，就是把规则定得清清楚楚。